你当过，你心中爱是我汉家龙，你无可能变卦这些。
爷寡人的身躯，也无我就注重世故六道理。你说我讲的是君子少年其美，我是一国之尊，三中六艺真多，我唔免跟你汉龙争乱夺爱。那什么讲起来，我就是误会你了。当然啦、啊，寡人不会搞错一个。林清，现在原来汉龙就是你的囝，哪里真拄好。我连真欣赏，你竟然阁是白囝，说予你的囝知我大清为官，我看你的不小心，无可能，我无可能清心做官。这是当然，我嘛无爱你，你用大清为官，但是你放心，你不要你用大清，其实我在台湾有招。军败马有一支兵马，不如你去台湾，带帅哥去，咱两个人下当来讲外应，然后夺回江山啊！讲得真有道理，阿母，汉龙要问你，阮阿爹的过世，伊的差事已经向你承认，我即马要进台湾，你是要对翁还是对囝？当然是对囝，现在就搁问。哎呦，你来问婆婆这个问题啦，竟然是公公跟婆婆上话，咱阿妈无呢，啊，当然你莫看人成双成对，会照顾伊啊。阿爹啊，安怎？我人明仔就由你来讲啊。我是爱伊点我媳妇变好，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啦。讲我好吗？公主，莫生气啦，我知影。我的冲动，一时的错误来占有你，然后知影你是公主，我唔只会见笑。我放我的标签予你看，知影我是林大平，就是希望我会当甲你和好，替你回江山。你想安怎？阿母，你若是八年岁啊，我阿爹就再软嘴啊。这八年岁又安怎？我是讲经过遮久啊啦，一个人惯习惯习，莫安尼啦。你真正原谅伊吗？阿娘，老爸是我的，我看你的行动嘛了解，你已经是原谅了。我今仔日为着咱明世的江山，我要打拼。阿母，你伫我的身躯边，你敢无感觉比较较困难？你今是我的老爸，你的安全啊。对啦，咱两个人点大清，会当暗中联络囝儿，找一个雄兵啦。听你解说前因后果，我会当明白你是真心要回家。既然囝嘛希望我会当甲你团圆，好啦，原谅你。